总干事，我们知道您这个有五个烙金团呢，刚刚最近到前线去慰劳，您是不是把这个朱烙金团组成的经过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啊，谢谢您。这次的烙金团啊，是如这个台北市金车库工会同台湾省金车库工会各位先生共同组成的。这个金门的烙金团是如台北市金车库工会的理事长林启准先生率领，这个马祖的烙金团呢，是如台北市金车库工会的常务理事郭嘉盛先生率领，郭嘉盛先生也是这个台北市商会的理事长。这个澎湖烙金团呢，是如台湾省金车库工会常务理事陈洪斌先生率领，还有就是这个东任的烙金团呢，是如台湾省金车库工会的理事蔡松成先生率领。这个烙金团呢，是这个阵容啊非常的坚强，所有金车库工会的主要的负责人都参加了。那么如其这个金门烙金团呢，这个都是啊，这些烙金团通通啊都是这个工商界的这个领导人物，很有身份的人物。是的，我们知道这个金门烙金团还是这个几个烙金团里最大的一个。那么林团长，您是不是现在先谈谈这个，就是这次您去到前线大概有些什么样的活动，也带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礼品去向我们三军将士致敬？是，谢谢。我们的金门饶金团呢，以及马祖其他的饶金团，对前线的士兵呢，我们是每一位赠送一枚这个汗衫，每一位一个肥皂，也就是每一个碉堡的这个热水瓶。那么力道呢，我们有加菜金还是海空金，另外我们要赠送他们的加菜金，因为我们这个春节的饶金历年来就是我们进出口工会举办，因为我们进出口工会呢，对于这个进军对劳金，我们是可以说最积极的一个单位。我们今年度的劳金团去年有差不多6000多万传承，那么我们台北市进出口工会都5000多万。那么我们呢，同业呢，大家都知道春节快到了，我们要过春节，在我们自由中国大家都非常的快乐，但是呢，在大陆呢，我们的苦难的同胞，我们就怀念他。同时呢，我们必须要靠我们的三军赶快来反攻大陆，成就我们的大陆的同胞。那么在这个困到了坚强的我们的三军，我们随时都必须要提高我们进军的意识。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大家都很踊跃的要参加到金门马祖去。但是因为组团的人数有限制，所以我们就选拔我们的代表。